大家好，我是陈文平。我们这一次来讲一讲宇宙的历史，讲一讲宇宙的目前知道的起源。目前比较不让大家接受的呢，宇宙的是有个起源，有个起点，叫做大霹雳的宇宙论。宇宙论是研究宇宙的来龙去脉的学问。那现在相信宇宙呢？有个起点，它一开始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点，那个事件叫做大霹雳，它是一个俗称的 Big Bang，那是俗称是因为并没有 Bang 这一个声音了啊，所以但是就是表示一开始的那个奇异点，当时宇宙非常非常的密，也非常非常的热，而那个从那个小点时空出现了以后呢，到目前为止宇宙仍然持续的膨胀，也持续的冷却。那借由观测，充斥在当时冷却的那一股热，宇宙中间到处都有，而随着宇宙膨胀，还是到处都有，但是温度下降了。那到处无所不在的那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呢？类似像这样子的研究，我们向着四面八方来看这样子微波的强度、温度的高低、密度的分布呢，来估计出整个的时空大霹雳的起源。大概在138亿年以前，刚开始的那一刹那，很短很短很短的时间之内，发生了一个暴涨的事件。当时的时空突然间变很大，好像我们吹气球，一开始用力吹，气球一下崩很大，然后好像慢慢慢慢慢慢在膨胀。那当时的那个暴涨事件呢，宇宙从很小很小一个 millimeter 一直长大到像足球这样的大小，它的大小加倍两倍两倍两倍90次数十次到100次这样子的加倍，后来才缓缓的膨胀。宇宙到了3分钟的时候，那时候的温度还是很高，10亿 K，但是质子跟中子啊就已经可以结合变成原子核了，有各种不同简单的原子核，它就是简单的元素了。到了38万年以后，终于宇宙冷却到它的电子啊，就可以跟原子核结合，变成原子了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，那一旦结合了以后，就没有这么多的自由电子去吸收，辐射了，所以宇宙就变得透明了，到处就有了辐射，而这个辐射就是宇宙的背景辐射。那到了现在，我们从地球上发射出去的太空船，往各个方向去探探某一个地方，探到的是强度，但是去弥合它说，它整个宇宙的平均温度大概是2.7度，有的地方多一点，热一点，有的地方冷一点，有的方向用红色来表达是暖的区域，蓝色是代表冷的区域，这是 NASA 的一个 W map。一个太空望远镜所拍到的全天空的温度的密度，所以平均是2.7，但有一个高低起伏。随着宇宙慢慢慢慢时间越老久远以后，这些比较密的地方就会长得越来越密，空的地方越来越空，反差越来越大，而造就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尺度结构。但是在38万年的时候，那时候因为还没有恒星呢。所以整个宇宙是处于一个黑暗期，差不多要1亿年多以后，终于这些原子因为引力的关系产生了核子反应，所以就有了发光的天体，这就是恒星。恒星出现了以后，物质呢又被游离了，因为恒星会发出大量的紫外线，尤其是大质量的恒星，把周围东西又再度游离了一次。那引力呢，就让恒星聚集在一起，聚集成为星系，而恒星周围的行星呢、卫星呢，也就陆陆续续形成了。而这一个整个历史当中，一直不断的有恒星在诞生。可是最早期的那一代天体，因为随着宇宙的膨胀啊，它离我们速度很快远去，那这一个宇宙的红移，使得说这些天体发出来的讯号呢？都已经到了红外波段去了，要到像韦伯太空望远镜这样子的设备，红外的东西才能研究这些早期的宇宙的情形。继续，
从我们这边看，大概是51年以前，也就是从大霹雳之后，大概91年左右呢，太空中有一团云气，经过了几代的恒星的生老病死，产生了越来越复杂的元素。那我们的这一块云气呢，中间的引力收缩形成了太阳，而快速收缩旋转的这个盘状里面的尘埃的这个结合呢，凝结呢，就诞生出来了行星、卫星，这其中就包括了地球。而地球前几亿年经过了不断的轰击，处于熔融状态，一旦呢冷却下来，把自己拉成一个球体，变成固化了以后，我们的证据显示，几亿年之内就有了简单的生命的形态了。然后经过了漫长的演化几十亿年呢，出现了人类，然后我们居然在这边来了解宇宙到底是什么样的性质，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。这张图是从 WMAP 那个团队做的，他就研究把我们刚刚讲的东西把它图说。刚开始的大霹雳的这一件事情是由于叫做量子涨落，就是可能这个状态，可能那个状态，这个状态，哎，就到了这个状态，整个我们的时空就出现了。现在我们可以叙述发生了什么，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，也不知道之前是什么样的情形。那大霹雳之后就有了刚才讲的暴涨，一下子变得很大，然后呢就有了38万年左右的时候呢，就出现了第一道讯号，就是背景辐射。但是呢，有一段时间是没有星星的，所以我们把它叫宇宙黑暗期。大概1亿年、数亿年之后，恒星终于出现了，宇宙有了光，然后随着时间的演化，星系聚集、行星等等就成型了。然后后来呢，似乎有一个暗能量让宇宙的这个膨胀啊，好像在加速。所以，我们从现在在看，我们的望远镜在这边往回头看，越远的天体就越暗。也就是离我们时间越久远以前，但或以宇宙来讲是比较年轻的时候的情形。这张投影片展示的是其中一些例子，比如说哈勃太空望远镜拍到了一个星系团，那这星系团中间除了发光的星系以外，还有很多很多的暗物质，这些重力啊，把后面发光的天体经过了重力透镜以后，让光线偏折，所以这些蓝色的这些弧形呢，很多就是都是重力透镜的效应。右边这张图也是哈勃看的，是很小的一个角度里面，包括了上万个以上的星系，其中有一些小小红红的，这里面几乎全部每一个光点都是星系啊，除了少数这些有星芒的是星星，是我们自己银河系的行星以外，其他一些很小很小的红红的这些东西，很可能都是很远早期的星系，红移的关系啊，光线就比较红。可以看到当时的宇宙啊比较小，所以星系跟星系之间的距离比较近，之间的交互作用比较多，所以造成了它的形状就都比较歪七扭八的了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喽。